豆琴那天你在？对啊，不在啊，没看到我吗？好像我是隐身的一样。嗯，对不起啊。好啦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哎，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上来过这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管我管得很严啊，她绝对不会允许我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。那你爸呢？ 知道了，在我2岁的时候，他就离开家了，就我和我妈。你呢？就我和我爸。就我和我爸。哎，怎么那么爱学人啊？是真的，我妈不在了，去年走的，所以我才从寄宿学校转过来，跟我爸做伴。对不起。所有人都跟我说要向前看，忘掉过去。 但是我做不到，我也不想忘记。就像这栋楼，当它被拆掉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忘记它的。被拆掉？嗯，就在这个学年结束的时候。那台中钢琴怎么办？我是说，有了它，我们才可以。行吧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应该搬进来。搬进来？嗯，这样他们就应该拆掉它了。 可以住这头，你住在那头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。约定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上另一。